然后微博现在我发一点音，但是我给手机吃饭，我不可以用我的手机我们拍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拍这个，因为他们给我老干妈，我不知道关于老干妈，但是中国人说这是非常好的青草，所以现在每天我用老干妈在西凉话，我用很多很多老干妈，不是广告，老干妈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喜欢这个，我甚至越来越embrace 中国文化，很多中国人说老干妈是中国文化，所以每天我吃老干妈跟西兰花，非常非常非常好，我很喜欢。